乌拉圭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布霞东今天中午12点半，在台北市美军军官俱乐部以酒会庆祝乌拉圭国庆。应邀前往参加这项酒会的有严副总统、张群秘书长、周树凯部长、台北市长高玉树等我国政府的官员和各国驻华使节。他们在酒会中纷纷向布霞东代办祝贺。布霞东代办曾经在酒会中和外交部长周树凯互相举杯，祝中乌两国国运昌隆，蒋总统和乌拉圭总统巴切克政工康泰。